个美丽的地方是东湖大学，我叫曾李，今年26岁，我在这儿学习工作一晃8年。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学校当一名图书管理员，大概是因为我喜欢简单又有趣的事物。我每看一本书都像在和一个有趣的灵魂聊天，他们会带我探索那些我无法亲身经历的未知而又神奇的世界。偶尔我也会犯错。但只要和书在一起，我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。而学校所在的这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岛，也变成了我的栖息地。这家在学校旁边的咖啡馆，是我和姐妹们凑钱在2年前接手的。店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是我们精心淘换来的。渺小的我们相伴在这大大的世界里，期待着下一秒，我们又会和谁相遇？我没看错吧？东大校草排行榜的前2名竟然不是学生，而是2个男老师。去年这个物理系的穆老师就是第一名，今年又杀出个医学院的艾老师，艾景初，新来的吗？艾啊，把一群00后男学生甩出一条街的颜值，快看看，这么年轻就主治医师了。艾景初，艾莫，那个林毅，我简直太佩服我自己了。艾景初、穆成河这俩星放一起绝了，他们俩现在就感觉，你懂？冷静，意思是继续哄我不要停。男人说冷静，意思是要分手。马依依自诩东湖第一主播，恋爱专家，任何与男人有关的话题，她都能讲上一大套理论。满脑子都是他，马姐姐，我好难受。我一找他，他就说有事。你好，马德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来。像这种男的，不分手占内存吗？不好意思，50块。曾姐姐，我想请一天假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豆豆，怎么了？吴姐姐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吴颖，急诊科医生，资深游戏宅，一个外表高冷，实则内心幼稚的女汉子。吴颖，干嘛去了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折腾了一个通宵。怎么回事啊？沙发。吴颖，又有什么新鲜事？快跟我讲一讲，快跟我讲一讲。马姨，你一天就会瞎激动，起开，我放腿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昨天不是值夜班吗？
11点多的时候来了一群喝酒打架的男的，浑身都是血。哎，其中有一个30多岁的男的，我刚要给他缝合，他竟抓着我的手，哭着叫妈。嗨，上班啊？哎呀，太困了，我要好好补个觉晚。吴大夫，咱们这咖啡馆你是没投钱还是怎么着啊？那月底分红，我和曾理不带你了啊。嗯，好主意啊。还富起来？哎呦，还分红呢，说的跟能挣几个钱似的。哎，我刚才看到豆豆了，他怎么了？哦，小姑娘失恋了吧？所以啊，我们就给她放了个假，让她好好休息休息。豆豆谈恋爱了吗？吴大夫，你也太不关心员工了吧？豆豆好歹你师妹啊，她天天抱个手机傻乐，你没发现？嗯，我想起来了，她是不是喜欢一个师哥？上个月还跟我打听她来着。这么快就在一起了？重点是这么快就分手了，好吧？那就实锤了。我光听说豆豆的男朋友是个牙医，但不知道是谁，叫什么呀？艾俊初啊。曾理，你这又受什么刺激了？哎呀，哎，没事吧，没事吧。呛死我了！为什么每次说到他，我都在喝水？豆豆的男朋友原来是他。艾俊初，豆豆怎么了？他一边跟豆豆谈恋爱，一边到处搞暧昧呗。这艾俊初很帅吗？反正上学那会儿吧，好多小姑娘看到他都要死要活的，但我看着他没感觉。那你对谁有感觉啊？你又来了，怎么？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是不欢迎我来似的。没有，开心死啦！妈，你怎么穿这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可以去爆裂舞台？真棒，又是我最爱喝的猪脚汤。既然是你最爱喝的猪脚汤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上一周的猪脚汤你一口都没动呢？我那是上周太忙了，你知道吧，创业人士，我错了。好好的一锅胶原蛋白，你看看全给浪费掉了，可不可惜啊？你要是再不补，这脸都要瘪下去了，以后更找不到对象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答应你，好好喝你的爱心猪脚汤，美成一朵花。你说你啊，这年纪也不小了，恋爱都没谈过一回，我都怀疑这月下老人是不是牵红线的时候把你名字给漏了呀？嗯，很有可能啊，所以你别老给我介绍什么对象，男人都徒劳无功。就因为你这种敷衍的态度，你才找不到对象。哎，你今年你都26了啊，你有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啊？再过2年，你拿什么跟那种20出头的小姑娘竞争啊？啊！哎妈，你对你那闺女也太没信心了吧？你看看你啊，41第二春，45第三春，你看看我，现在哪跟哪儿了？不着急啊！你要像我这样目标明确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那我也不担心你了。是不嫩了，但也挺好看的呀，这怎么就找不着对象了啊？要身材有身材，要相貌有相貌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了，你的牙长得不够整齐，看上去面相不够精致，尤其是笑的时候。嗯，所以说你不会害我去整牙吧？
怎么说你是我女儿呢？走了，亏一点，我觉得我多大的人了，我还这样，就是因为年纪不小了，所以才一天都不能脱了。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，说不定牙整齐了，桃花也就来了呀。不不，走走啦，走啦。豆豆，爱情初，真的是你？既然不合适，就别联系，见了就散。我觉得挺合适的呀。这个男的干什么？我还有其他病人呢，你先回去吧。豆豆都哭成这样了，真狠心。还是男人吗？哼，跟这个男的分手了也好，免得再被欺负。你干什么呢？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那不认识你藏什么呀？走啊！豆豆已经回去了。豆豆的事儿，多谢老师了。我不想管你们的私事，但你和豆豆都是我的学生，要不是豆豆不停用各种方式求我帮忙，我也不会替你去见他。你有义务和他说清楚。好吧，那我晚点跟他聊吧。多晚？今天下班以后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的左八、右八、上下四颗都要拔掉。大牙套还得拔牙？我不干了。你的牙列拥挤，牙齿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空隙，要想再矫正啊，就要给它腾出空来，知道吗？这必须拔掉，你懂吗？有听大夫的啊。行，那今天能拔牙吗？今天？啊，不行，别，已经排满了，明天吧啊。那行，那我们明天再来吧。什么？妈，你今天不会很赶了？啊，不是，我今天还有图书馆加班呢，我陪不了你啊，今天。没事儿，你从小到大都没做过拔牙这么大的手术，自己一个人来怎么行？妈妈害怕呀。这是个拔牙，怕啥呀？怕你不来呀。哦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。姐妹们，哎，真没想到我一个奔三的人，即将要成为一个四眼钢牙妹。曾理，你妈过一阵不会带你把近视牙手术也给做了吧？再垫个鼻子，拉个双眼皮，你看这款怎么样？这也太难看了，实名拒绝，我这牙还要整吗？这回我这阿姨啊，本来我觉得也没什么，但是阿姨这么一说，我突然也觉得有点问题，尤其你一笑，问题就暴露了。哦，对了。今天我去牙科中心碰到豆豆跟爱景初了，那个爱景初好像跟豆豆分手了。奶奶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我的腿疼啊！是你给我碰着了。啊，奶奶，你腿疼。你碰着我了，我腿能不疼吗？我没碰着你，我给你打110啊，我给你叫医生。哎啊，你把我碰着了，你还要上哪里去？你要跑啊？我没碰着我了，你还不认账啊？我没碰你，你不怎么瞎说话呢？你不碰着我，我腿怎么疼啊？啊，奶奶，这都2020年了，还玩碰瓷的游戏啊？那你下一步是不是要说我给你钱，然后你去医院？哎，对了，你就是给我点钱就行啊。你给我300、500，越多越好啊！我自己也是个打工妹，我也没钱。我就是要钱，我不能让你走。你别这样把我这个裤子要掉了。那你也得给我钱，你就给我钱就行。我腿疼。好吧，那这样吧，医院和公安局你选一个吧。哎呀，我这……奶奶，你是不是装错了？你不是刚腿疼，怎么现在心脏疼了呢？好，我给你好不好？啊，奶奶，你别装了，地上怪凉的，你起来吧，好吗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妈妈，奶奶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
有没有人帮帮我？有人晕倒了。喂喂，有人晕倒了，东大医院。行，复苏。怎么坐到这儿？就快点，经理，好，谢谢。别紧张啊，经理，你可以的。不知道啊。奶奶，你别吓我，奶奶，奶奶，谁能帮帮我呀？感觉怎么样？老人家高血压发作，导致短暂的呼吸骤停。我刚给他喂了一片硝苯地平。请问您是他的家属吗？路过，我是东湖大学附属医院牙科中心的医生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们一块过去，以防万一。那也行，谢谢你啊。辛苦了，刚处理的不错，但心肺复苏的手法，建议你再学习一下。这么啰嗦，算了，看在你救人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等等，这是要干嘛？虫子吗？啊，吓死，不是虫子啊！别让他逃！奶奶，是他撞的我。我没有，他撒谎。就是他，刚才还跟老人家吵架呢。不是，他刚刚就是想碰瓷，不是碰瓷，你一定看出来了，对吧？不是我。怎么不说话？你是木头吗？今天水逆吧，被抓去镇压，还被碰瓷，不会待会真要我付医药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撞倒的，你还跟老人家吵了一架，你应该做点什么吧？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不没有撞他，是他想讹我，是都已经这样了，良心过意的去吗？我怎么良心过意不去了？你说我良心，你这个渣！有什么？别吵了，还嫌不够乱啊？有人怎么样了？人已经没事了。哎，大夫，还好你心肺复苏做得及时，人已经睡了，在留院观察24小时，输点液就可以出院了。联系家属了吗？嗯，联系了，但是家属没有说要来。不孝子孙。等老人家醒了，你应该道个歉。我。曾黎，曾黎，你真的误会他了。那个老太太是我们急诊科的常客，每次都说有人撞她。结果一检查，什么毛病都没有，还非得让人赔偿精神损失费，不给的话就不让人走。那有些人嫌麻烦，就把钱给付了。这次不知道怎么了，高血压犯了，估计就是家里人对他不好吧，挺可怜的。叫费丹再给我开一张吧，我去叫钱。好，伸手。钱我已经交了，但道歉是不可能的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你现在不是在看着我吗？你，我走了。你看路，小心人。哎呀，太缺了，还真别走了。我先进去了。
走多远了？快拐弯了吧？可别撞到墙，不然还要被他开笑话。我就没见过这么自以为是的人，都是瞎了眼了吧？今天真那么倒霉，我不会是水逆了吧？姐姐，看你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！刚才的事情是我冤枉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看在你专程过来跟我道歉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你想多了，我刚刚开车路过看到你。你不会是想送我回家吧？啊，用不着。想多了，我们又不顺路。伞给你，拿着吧。什么人啊，奇奇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我又没告诉他我家在哪，他怎么知道不顺路啊？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。水逆，当一个人倒霉到极点的时候，应该就有好事发生了吧。王主任停诊了。对呀，太棒了，简直是天助我也。要不您换个其他大夫的号吧。又混了，妈，我们先走吧，等王主任上班了以后我们再挂他的号啊。哎，估计王主任短时间之内都不会再上班了，听说他冠心病住院了。那太不幸了哈。嗯，妈，走吧。那还有谁的号？还不罢休。住院医生许恒恒。住院医生。哎，那个艾大夫居然腾出号来。别告诉我是艾景初。主治医生艾景初。那就主治医生吧。不，我拍住院医生好了。干嘛要住院医生？这说来话长。我艾大夫虽然职称是主治，但是他很厉害的，平时都是一号难求。今天算是你们运气好，碰到他。他能挂我挂，我特意来找艾大夫看牙的。妈，你先。不，哎，我们先来的，我们先来的。妈。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那个艾大夫不好，他怎么就不好了？啊！你没有听刚才人家说吗？艾大夫一号难求，走。哎，麻烦你那个挂住院医生的号。谢谢。哎，你说说你，主治医生你不要，你偏偏要个住院大夫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哎呦，妈，哎呦，挂了都挂了。这是看牙还是鼻供啊？老板 peace， 老板 peace。好，我们先来消个毒。好，这就开始了。消毒不疼吧？
把嘴巴张开，哎，张大点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打麻药了。针都这么大吗？一会儿打完麻药啊，拔牙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，来，张嘴，麻药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，忍着点。没发挥作用，就不能再等等了。我们现在要开始拔牙了。用这么大的钳子吗？好，张嘴。啊！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怎么了？哎，疼不疼了？你刚才打麻药了？疼。你别紧张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我不拔了，我不拔了，我的牙。是我哭得不够惨吗？换人了，还要再疼一次？什么人？别过来！啊！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哎呀，好痛！张嘴，我看一下。再张大一点。还真是他。哎呀，结果还是落到手里了。他应该是利多卡因有抗药性，拿一个阿替卡因过来。好的，老师。别哭了，马上就好，很快。他的声音好像还挺好听的。来，张嘴。这世界怎么这么小？无限相遇吗？曾黎啊，曾黎，你怎么就和这个奶奶绑定了呢？真是倒霉啊！艾老师，稍微有点疼，忍一下。牙齿好像木木的，没感觉了。感觉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应该没问题了。艾老师，他们想进来学习一下。进来吧。这是干嘛？围观大熊猫？王主任给到我的计划是上下的左八跟右八，一共四颗牙都要拔掉。我都忘了要拔四颗牙。但我觉得只需要拔上下两颗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下面的牙裂并不是很拥挤，所以先留着，等跟王主任会诊之后再决定。一般像拔这样的体积比较大的牙齿，且牙龈有粘连的，需要把牙龈切开，然后拔掉，之后还要缝。切开牙龈？不过他的牙虽然体积大，但是并没有病理性的连接，所以不用切也可以。哎，景初，讲话不带那么打喘气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张嘴。拔了要拔了，不会拔错了吧？是这颗吗？哎呀，我的牙啊，它动了，它动了。好了。嗯，好了。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，谢谢啊，老师，您辛苦了。
艾老师辛苦了，您辛苦了，艾老师辛苦了。说艾老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大夫，请问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我刚才听到她叫得很惨。哦，她麻药耐受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您可以进去看她了。棉签咬一个小时，麻药劲儿过了，先不要吃东西啊。拔完了。啊。哦。你现在这样子好像炼狱一样。要不是你非得让我戴牙套，我现在至于遭这份罪吗？刚才艾大夫给你拔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没反应过来就拔完了？那看来这个艾大夫的医术还真是不错呀！啊，医术好了什么用？人品不行。你别瞎说，我先去交费啊。啊，我带您去。哎，好。艾大夫。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怎么我人品就不行了？第一次见面，你昨天还害我钱包到处写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撞了老奶奶的人对吧？不是，你脸盲吧？昨天误会我，你还让我躺下吧。啊？躺下。哦。张嘴。啊啊啊啊！疼！我还没碰到呢。这次我记住你了。记住我了？恐吓吗？你跟我弄什么啊？还给我做标记啊？想多了，那是分牙环，让你的牙齿留出缝隙。这样的话，之后戴牙套更方便。谢谢你替我接手病人。曾理，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我把这条锦鲤可转发给你了，你今年肯定会行大运的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住院医了，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。我拔牙不是捅娄子了吗？而且这牙齿矫正吧，也不是我的强项。周期又那么长，我也怕人家不信任我。越看越像，你还是我的可疼啊！曾黎，曾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情况特殊，麻药耐受，艾大夫决定亲自接受你的治疗。我呢是负责配合艾大夫的护士，我叫周文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就行。可以拒绝吗？我倒觉得他信任你比信任我多。手隔空放在你胸口，手机变成白油球，烘焙出家决定按钮还不错，为你打怪升级，我想预定。 I mean baby I miss you I mean baby I love you For you 在羡慕停秀，差点说出 Not my photo。
放弃动心意，干一点不加急。